过伤口给他打过来了，要耶路撒人也就完了，耶路撒人也就完了。所以正当以色这个埃及人的坦克分五路进攻这五个伤口的话 OK， 当天10月7号这个太阳刚刚上来，但是谁知道这个太阳上山那个太阳啊，比往日不同特别强烈啊，特别强烈。他这个坦克呢是从这个从西往东打，坦克呢是面对太阳的，面对太阳这个太阳的射线又特别强烈，特别强烈，就折射到这个很快的这个太阳光的那个光线很强烈的照到这个埃及的坦克里头的瞄准镜里头，就没有办法瞄准。哎，这个由于这个太阳很温度很高，那天特别的热，旷野当中的温度就很高，所以埃及人这些坦克又是苏联买来的，苏联的坦克是适合于他们这个北方航带的打仗，里头没有安什么，没有安 air condition， 所以就热得要命，热得要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埃及的坦克手一方面瞄不准，一方面又很热，满身是汗。现在以色列的总理当时还年轻，大概40岁还不到。这个从这个以色列出来，这个耶路撒冷出来，从中路呢，领着100多辆坦克呢，就对准这个埃及人这几百辆的坦克，就对着打了。他们是顺着黑营而来，他以色列人的坦克呢是从东往西打，太阳是在他们背后啊，在他们背后。另外呢，这种坦克是从欧洲跟美国买来的，里头有什么啊 air condition 啊，所以他这个坦克手就没有什么热的半死的问题啊，半死。所以100多辆就把打了几百辆坦克也是把他们消灭了。谁能够控制这个太阳？只有制造太阳的神啊，制造太阳是神。所以神借着这两个奇妙的作为阻止了外邦人的进攻。你说神是活的是不是活的啊？所以他的权威你不能动摇啊，你不能动摇。所以那次战争呢，以色列人反败为胜。我相信，尽管现在耶路撒冷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张，至高神仍然像往常一样会来这个帮助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呢，告诉你弟兄姐妹们没有悔改，没有悔改。那么圣经撒迦利亚书13章。就告诉我们，你这不要翻了，你自己回去读经了。以色列人最后剩下多少？1/3，剩下那些肯意悔改的1/3，2/3按照神的计划是要剪除掉。所以神的子民啊，到最后啊，仍然要遭受报应。谁到事到如今你仍然不认识救化神的救恩计划，他的圣子第一次降世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救恩流血，你没有接受，最后怎么样？剪除掉1/3。那么神要审判就是以色列人的牧人，以色列人的牧人就是带领啊，带领以色列人的，包括政治领导人，包括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头面人物。所以将来以色列人呢，到那个时候才开始说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是值得称颂的，1/3保存了1/3。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好了，根据圣经启示，最后还有一场战争，这跟以色列还有一场战争。请弟兄姐妹们翻开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神早就有计划了。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看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啊，这是神的计划。第二节哈，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 OK， 未来耶路撒人还要被四围列国的民围困一次，就是周围的回教国家还要前来围攻耶路撒人。因为以色列周围列国的民是谁？从北边你数吧，北边黎巴嫩，东北边这个伊拉克啊，叙利亚，东边是这个约旦，南边是埃及，啊，西边才是地中海，啊，所以未来的回教国家还要再来围攻耶路撒冷一次。那么神呢，要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令人昏醉的杯，杯是一个刑罚的杯。你看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五十一章你就清楚啊，耶和华的杯啊是一个，为什么是个刑罚的杯？耶和华要在这个杯里头放满他愤怒的烈酒，这个外邦人喝了他愤怒的烈酒就要东歪西倒，就要疯狂，就要疯狂。然后呢，至高神就有一个计划，要使刀剑临到这些喝酒的人，这些喝酒的人啊，这是神的计划。那这个刀剑呢，在圣经当中一般都解释成为战争，一场战争。所以耶路撒冷最后还有一场战争，刑罚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第二节所讲的周围列国的民，回教国家。第三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一块重石头，反邦起的必受重伤。至高神要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重石头，这比喻就是啊，凡是邦起这个石头的要受重伤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看美国将来也要砸自己的脚啊，他要搬起耶路撒冷这块石头，要公开跟神的原子唱对台戏，他要成立另外一个国家啊，他要放弃以色列啊，所以将来还有美国好看的啊。那么这个像聚集他攻击他的万民，万民呢，这个英文它是翻译成为 the people of the earth， people of the earth， of the nation of the earth， 就是联合国范围内啊，联合国范围内。所以将来还是要被刑罚，要被刑罚。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始终对他的圣城耶路撒冷，对他的应许之地，自古以来直到如今，他都十分的动心。谁要是动摇了他的应许的原则，也就是公开不把耶和华的应许当回事儿啊，
那这些外邦人就要砸自己的脚啊！这些前来围攻他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四围列国的民也要遭受刑罚，这是将来在耶路撒冷附近要发生的一场战争，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说不定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些战争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末期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就要看到，我们就要看到啊！所以现在呢，仅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都在那里打，都在打。那么什么时候外邦人一出兵了，什么时候这个以色列当时就会非常的孤立。这个时候呢，来自欧洲的一个强国，一个强人出来支持他，这个强人还要进入耶路撒冷圣殿自称是神。这个是我弟兄还没有讲的一个课题，关乎敌基督的问题啊。敌基督的问题在圣经当中的启示是一个大问题，是个大问题啊，是一个这个很深奥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但以理书，也涉及到这个启示录的问题。所以这个将来有时间再说，应该这样说。那就是说呢，耶稣说，当你们看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就是敌基督。那么将来这个耶路撒冷一紧张，这个人就会出现，这样这个出现。有些人这样讲说，美国的911以后哈，911以后，现在不是机场啊什么都很紧张，检查来检查去哈，是为一个要上市的那个，一个每一个人有一个 security card， 一个这个 security card 呢是以666作为密码的啊，将来发给你发给我，那就说明了就是这个卡就要控制你所有的生命啊。美国是一个 extension of Europe， 是美国，这是欧洲的一个衍生体，所以欧洲美国将来也离不开敌基督，也离不开敌基督。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欧美联军啊，他所向无敌啊，他是为了这个人上台来，现在正在打前锋来啊，什么这个伊拉克战争啊，什么阿富汗战争啊，什么在美国反恐啊，什么等等，都为那个人的上台做准备。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收到这个 security card， 我是准备要拒绝，那是准备要拒绝，因为那是666做密码的啊，是一个敌基督为了控制人的一个卡。所以弟兄姐妹们，未来这个考验啊还多，哎，多。启示录当中这个第五个印哈，那他刚才揭开第五印的时候，这个一批圣徒在这个啊，在这个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哎，这个第五个印，第六章。这就先给弟兄姐妹们先打一个招呼哈，先打一个招呼，你不要怕，也不要宣传怕，要宣传基督保守的大能啊，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啊，他叫我们不要惊慌，你还偏要去惊慌，那就不对了啊，所以不要这样。所以将来还要发生的事啊，第五印，第九到第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当耶稣在天上揭开父神右手那本书卷
第五个印的时候，啊，四匹马鞍已经过去，没有看到了，是另外一个异象。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上的祭坛底下有很多的灵魂，这些灵魂是过去为主做见证，因而被杀之人的灵魂，出来怎么说？你注意他们听，注意他们出来对主，说的话说什么？大声喊着：“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之冤，要等到几时呢？”你体会这句话？这个时候大审判开始了没有？你体会？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开始了没有？没有，还没有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还没有开始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有白衣赐给他们，你们还要去换衣服去啊，还要去换衣服啊，有白衣赐给他们。第二，还要叫他们什么？你们还要安息片时。这个中文圣经就没有办法理解了，片时有多长啊？片时，一片时多少？其实你有一些圣经的版本就放得比较好啊。这个片时是什么？A little season. Season, how long? How long of a season? Three months. 所以我相信神启示于给他的儿女们的是浅易、比较容易懂的文字，不要太过于深奥，让他的儿女们有所准备。当到耶稣基督在天离开第五印的时候，时间就很少了啊。You have to wait three a season 啊，有些版本就放得比较好。那等着三个月干什么？这是非常扎心的话。那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弟兄哈，没有讲姐妹啊，啊，而他们一同做仆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读经读到这里，我内心有挣扎。我说神啊，就让我们好好的等着被提，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偏偏还有来这个功课被杀？对上，我考虑我的处境，我现在所扮的角色啊，逃不了，所以要准备。所以你如果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你漠视这段时间，你敢一大声叫嚷，你敢一站在墙角上吹号啊，首先就会有这种可能吧。你打了就几秒钟以后我到主那里去，这什么？所以要有这种准备，你做仆人的，你做弟兄的要有这种准备。那我说有时候给神 as a question， 我说神啊，为什么安排这个节目？给我的回答是，我的圣旨又怎么样？我历代的先知又怎么样？我的圣旨可不活活给人一钉一钉的钉死吗？我的先知是给人用石头打死的，从这层逼到那层啊，从这个怎么说，死得很惨，最后史提凡死得很惨啊，死得很惨。最后你看启示录，你读最后那两个
两个这个仆人哈，两个这个做生的仆人啊，这个什么还要被以色列人这个砸死，要砸死，你还要这个什么？所以生的仆人要有这种准备，你不能没有准备。我说现在讲话最好小心一点啊，这最好不要得罪他啊。我在纽约来讲 Freemason 讲 Illuminati， 我是有阵仗的，因为我在这里讲别人一定肯定知道，肯定知道，知道就知道你做死的准备。这是准备，所以我往后我到处还讲，越讲越深，越讲越具体，越讲越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这个事情你不揭开大家都马马虎虎的，有些神的仆人不敢揭开，就是他怕死，他怕死，他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要死就死了，这种准备这个就是。所以弟兄，我看这个经文呢，没有写姐妹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一开始就讲，在神的正道上态度不要含糊。你的生命扎根在这个磐石上，谁动摇这个磐石了，也动摇你的生命，你就站出来。神就需要这种人那一种这个妥协的，那一种这个模棱两可的，那种马马虎虎的，不冷不热的，这个最后还是给吐出去，吐出你不忠心，你不忠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末世你如果是战士，是至高神的战士，就为他站起来做美好的见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以西结书37章第1到第14节说明这个骸骨复活，骸骨复活干什么？复活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对不对？成为军队啊，成为军队。所以不要躺在这个地毯上不要躺在沙发上这个享受恩典享受恩典，白白的这个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基督徒现在末世这段时间要成为精兵，成为精兵，要面对仇敌，要讲真话，要敢于讲话，要使神得荣耀。所以以色列人在拉兵这个什么，就没有荣耀他的神啊，就没有拥有他的生啊！像他这样的以色列人多少？2/3最后被剪除，最后被剪除啊！何苦来哉？最后还得死，最后还得死。所以这只是一个生死存亡。所以圣徒为道而死，进入永恒为神的道忠心，能够进入永恒。将来呢，首先的就是。这个启示录等到第10几章的时候，就出现，就是说在神的宝座前面领起赏赐三种人，一种是第一种是先知，第二种是这个圣徒，第三种才是敬畏耶和华的名的，由大到小一般的信徒，一般的信徒。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要领取赏赐的时候也到了。要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怕，因为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惊慌，这事都要发生，被迫的事也要发生，战争也要发生，饥荒瘟疫要发生，地震要发生，就是将来美国没有发生过地震的中部地区要发生特大的地震，谁能预料？谁能预料？所以都要发生。所以弟兄姐妹们，准备呢是要扎扎实实的准备，认真的进行准备。用什么来准备？用神的话来准备除了神的话之外，神的话有力量之外，可以使你视死如归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学问，只有神的道，这道都在这里，
都在这种圣经上。好了，今天的信息就到此为止。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将来在基督台前都是领取赏赐的人，领取赏赐的人。把我叫醒了，然后呢，他让我感受到昨天来的弟兄姐妹有人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心里面有害怕有恐惧。那主有话要给大家，神他是爱，神是爱，他说在他的爱里面没有惧怕，在爱中没有惧怕，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主今天给我们的一些诗歌就是来亲近他，来爱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的神来爱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盾牌。所以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比较深的敬拜。这个跟往常不太一样哈，以前我们敬拜的时候都是先赞美，那今天我们很快我们就要进入，因为时候不多了，我们要赶快进入那个灵里面的敬拜。那第一首歌呢它非常简单，我们可以不用看歌词。你看我们唱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次看了，它歌词就是 I love you my lord 一直唱，然后 I thank you my lord 一直唱，然后 I praise you my lord， 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的主啊，我感谢你我的主，我赞美你我的主。这就是真是我们一生所要做的，就是爱他感谢他赞美他，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很 relax， 我们就坐着唱没有关系。神自己今天的爱要来安慰我们，他要把我们带进入一个新的爱的关系。神说今天他要把我们带进入一个新的爱的关系，你愿意这样子吗？那我们来祷告说，主啊，我真是愿意更多的来爱你，也让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就像诗篇九十一篇说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他的爱就像那生命的活水，他就浇灌我们，就从那宝座上涌流出来，滋润我们，浇灌我们，我们就不会有害怕，我们就不会有害怕。I love you, my Lord. 是的，主啊，我们爱你。I love you.
次告诉他我爱他。让我们进入灵里面，闭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的属这个肉体的眼睛，进入灵里面。是的，清晨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主说我爱你。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要来经历他的大能。在患难中，我们更需要来赞美他，因为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赞美当中。
唱新歌。若是你从前都没有跟主这样子的在林里唱灵歌或者新歌，今天上午就是你的突破。你只要开你的口，任何的音符，任何的音符从你口中出来的就是你给主的新歌，好不好？我们来尝试。你就告诉他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rd, I love you Lord,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rd, I love you Lord, I love you, love you。 让我们都来唱灵歌，都开口来唱灵歌，来唱新歌，开口来唱，不要怕，不要惧怕。主啊，愿你来吸引我们，愿你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哦，愿你的荣美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进入你的内室。王啊，带我们进入你的内室来亲近你。我的主，我的主，吸引我。我的主，我的主，吸引我，吸引我，让我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是的，我属你，你也属我。是的，我属你，你也属我。哦，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
的主，我的主，爱着我不分离，你是我，我是你。
你会感觉到你是在花园里头跟他在散步，有的人你会感觉你是跪在他的脚前，有的人你会感觉他就在你的身边，因为他掌管我们一切气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家，都由他来做主。多少时候我们落入困难，多少时候我们挣扎，是因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自己做主了，他没有做主。但若我们让他来做主的时候，你知道吗？高山大海，所有一切的艰难都没有办法挡住我们往前的道路。这一次我们来唱的时候，我的主这三个字要成为我们确确实实的生活，它是我们一切的主。闭着眼睛再来唱一次，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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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我靠近你，吸引我靠近你，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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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我不分离，带着我。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心所爱，是你的心所爱，放在你的胸口的，你的手，心所爱，我属你，我属你，这个时候之后只有你跟主，主跟你，主，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我的主。身旁带着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带着我们，他带着我们，他永远没有撇下我们，他的手永远牵着我们，他永远在我们的右边，他用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用那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他说天离地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他的爱对敬畏他的人也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天离地有多高？
心里目前不是这样，但是你在口里面来宣告说，主啊，你是我所最爱的，你是我所最，你怎么样宣告就必怎么样来得着，怎么样来成就。再一次说，你是我所最爱的，你是我所最爱的，你是我所最爱的，主啊，超过我的子女，主耶稣，超过你所给我的一切的资产，主啊，超过你给我的生命，主啊，主啊，今天我要向你说，你是我所最爱的，主啊 ，Only You Lord， 唯有你，你是我所最爱的，主啊，你若不是我所最爱的，又是谁呢？父神，因为你最爱我们，你把你所最爱的独生爱子来赐给我们，你把你所最爱的来赐给我们，你若不是我们所最爱的，又是谁是我们所最爱的？主啊，你跟我们说，我们若不撇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切的一切来跟随你，
我们就不算新恩了。主啊，我们要爱你超过一切。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不够，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爱你。只有你来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来爱你更深，爱你更多。主，我们只对你说，我们愿意，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哦，主耶稣，今天早上你要让我们跟你建立一个新的爱的关系。哦，那美好的关系，那美好的 relationship。 你自己也要用你自己的爱来安慰你自己的百姓。哦，主啊，就像诗篇第四十六篇所说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随改变，山随摇动到海尽，其中的水随澎洪翻腾，山随以海涨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力量啊，那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改变山东摇啊，我也必不害怕。愿你拯救我荣耀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必安坐，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啊，他是我的避难所，那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耶和华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拯救，我的高台。哈利路亚，地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也必不害怕，我也必不害怕。我的拯救，我的荣耀啊，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远。是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力量啊，那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
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雨水改变山动摇啊，我也绝对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一次，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用欢喜快乐来唱，用信心来唱。耶和华的平安拦阻，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我们的手归荣耀给他，向我们的磐石举起我们的手。不在乎我一生，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这样我要歌颂你，这样我要歌颂你。永远永远，让我们的磐石来欢呼，哦，来向他感谢赞美，哈利路亚，向他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来向他欢呼，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耶稣，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谢谢你自己安慰你自己的儿女，安慰你自己的百姓。